哇，好吃的来了，阿姨摸一下。哇，你猜猜里面是什么？是阿芳帮你弄的好棒的东西哦。哦哇，听说不错啊。带了一个小便当来哦。哦，哦很烫。哇，稀饭呢？阿姨怎么哭了？嗯，看起来太美味了，对不对？闻一下，闻一下。哦，不错哈、哦。不错呢，好啊，我们吃吃看哦，会不会怕烫？我们吃吃看，我们先吃半匙就好，好不好哈？吃看啊啊，嘴巴张开才吃得进去哦啊，很好啊，张开一点，张开一点，用力吞。阿姨吞要用力哦，哈，哦，很好，有哎、欸，有吞哎、欸，不错，我帮你把那个放到耳后，哈，快点，好，检查一下啊，啊，陈老师在里面，好，啊，哎呦，我要看看你嘴巴里还有没有色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嗯，还不错呢。对哈、哦，好吃吗？真的赞吗？你可以比赞吗？我不知道，可以吗？赞。耶！哎呦，比出来了，赞呢！啊，好棒，好棒！哇，不错不错。阿姨，你的兴趣是什么啊？我妈妈以前很会织毛线，很会织毛线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都不会织呢，我都用那种最简单的织，超简单的方法。真的，你那么厉害，阿姨，那奶奶以前做什么职业的？我妈妈家管。哦，哇，你在家顾小孩哦，顾四个很累，会不会累？他们会不会很难带？我妈妈结婚以前是，现在不要讲。我妈结婚以前是在住香港，哦、那因为日本人来，嗯、哼哼那他们会抓呢。我妈以前长很漂亮，怕被抓去做慰安妇、哦，所以就带着她妹妹，两个人逃到大陆，扎一口来啊、嗯，参加十万青年、哎、十万军，蛮喜欢吃的哦。嗯哦那时候我妈就这样咬一咬吞，嗯，咬一咬。那时候我妈就从事军职嘛，因为从军了嘛，所以她现在是荣民。嗯哼哼哼，她是有荣民身份。阿姨，你嘴巴要动一动哦，没有动吞不进去的哦，好不好？嘴巴动一动来。那因为生了我们小孩子太多了，后来本来有在做事。阿姨，你没有咬，我有发现了，你没有咬，要咬一咬，咬一咬，咬一咬，嘴巴闭紧，用力吞来，咕噜一下。本来我妈有去做事，后来家里请了一个广东人。照顾我们，就有一天，我回来，我妈妈回来，我们大家回来吃饭，那个桌子上有一盘肉，那时候吃肉是吃一整盘肉是很稀奇的事情，那我们也不知道，吃完了以后，嗯，很好，才发现我们家的小黄不见了，好不好？啊。发现我们那个广东人的那个人那个，阿姨是不是快睡着了？是不是快睡着？还是没有太美味？要慢慢享受。走，好，妈妈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。阿姨她吞的反射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呢。哦，好。嗯，因为我们一般
吃进去就会立刻吞嘛。那阿姨她的话，她现在大于30秒，大于30秒很久，对，因为我们一般是2秒，对，那就是她的时间要比较久，她还是会，然后她不是不愿意吞，只是她启动的那个动作要很长一段时间，对，可能舌头的灵活度啊，那这边的力量可能也不太够，对，所以现在目前如果想要我的建议是。要喂阿姨吃，可能就是一两口，先就少少的尝一下味道，就是让她不要吃太多。因为目前我觉得吃太多的话，都也可能都吸在嘴巴，对，她可能也不觉得吃东西是件快乐的事情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就慢慢训练，那让她之后慢慢越吃越多哈。可以，你可以先吃木瓜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喜欢吗？喜欢啊、哦，好了，那等一下可以再吃一点点，好不好？OK 吗？你说要做动作，你要训练动作是怎么样的动作？ Okay, okay, 可不可以？好，等一下我给你单子哈。好。OK， 比一下。OK， 不好意思哈。好，谢谢。没有要管你那个。对呀、啊、，OK 啊，等你一下就出来了，我就知道。这个回去可以让他，这其实有点难哎。他之后可以做这些啊，可能他目前应该是还没办法。我教你一些按摩的技巧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这个可能。这个未来可以做哈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可能。我们按摩啊，从这边。从哪里？用我自己示范哈，你回去可以帮他做，就是手这样过来。然后你做他我才能照，我不能照你嘛。这样子过来 ，OK。就是最好是站在他后面，然后往后拉。那你站在他后面弄，我直接。